对，是我模特。在那边干嘛啦？帮你拍照。你看到他就马上摆好，马上摆好姿势。他昨天摘下来的那个果果，早上有在那边吃。嗯，对。还捡剩的起来吃。对啊，是说。这边是戏比较多。啊，所以你这样子拍不太清楚了，太近了。好了，来拍啦。里面还有，还有金鱼。Thank you.